太多了，他今天晚上出城啊？睡我屋。可是这姑娘应该都不是善茬啊。那也不能把她赶走啊，人是小哥带回来的。 今天晚上咱们就去糖糖那屋洗漱，外边这个洗手间留给他用。那糖糖在你先洗吧，我得把我鱼缸里的水换了，再晚点就撑死了。<笑>哎呀，我把床单被罩换了吧，今天我就跟月亮睡。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吧。不行。 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们俩今晚要一块睡的话，我就打电话告诉我爸，跟他告状。哥，开玩笑的，你听不出来呀？还打什么电话告什么状？换床单，小哥。只是换床单啊。这是充电器，这是我以前用的 iPad， 无聊的时候看看剧吧。淘汰的，哎呦，当然了，我要是新的舍得给你这个小混蛋用了啊！小气，寄人篱下就别在这甩脸了，才十几岁啊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对，李尖尖最可爱。对，我们家李尖尖最可爱。我就觉得他讨厌，而且他跟我哥肯定睡过了。小小年纪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呢？啊，再这么说，小心我揍你！ 妹妹，你随意啊，就当是自己家。死孩子，说话。谢谢姐姐。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啊。凌霄，赶紧换完床单给我出来啊！晚上我要是床上见不到女人的话，你给我等着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不回去，我在这儿待到周末，然后就有新加坡。哦，欢送欢送，记得把我买的厦门特产带回去啊。我才不要，反正也不值钱。<笑>新加坡的机票给你退了，妈不回去，你一个人回去又不放心，你就留在这儿过暑假吧。你凭什么退我票啊？我就要回去，我待在这儿干嘛？你们都烦我。你也知道都烦你啊。 我跟妈说了，你在这儿，你今天就在家好好待着，饿了就点外卖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我不要待在这儿，这儿一点都不好玩。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我要上班。你就上你的班，我不用你管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我去我的木雕工作室，我的工作室在海边。我不要跟你。嗯，太感谢了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走了。 我要跟他去玩，我要去咖啡馆。跟我？嗯，跟你，等着，我去换衣服，等我，不准动。我真不会带孩子，拜托你了。哎呀，难得小公主喜欢你啊，小哥加油，跟我走。
等半天了吧？没有，啊，给你点了杯拿铁，也不是你爱不爱喝，啊。太客气了，我什么都行。来，坐坐坐。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听说你正在租房子，咱们准备回来定居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凌霄生日那天也没听你说起来啊，这怎么就忽然间想起要住下来了？咱们俩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这不用大事小情的都报备吧？这我不是这意思。嗯，对，咱俩是没什么关系了，但是咱俩之间不是还有个儿子吗？就是为了儿子呀，儿子想回国定居嘛，我总要支持他，所以他回来我就回来了。哦，为儿子是吧？听明白了，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不客气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嗯。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，他有多辛苦，多不容易，我想你比我清楚。你现在身体这样，需要儿子照顾，依赖儿子，我理解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但有一条，儿子现在心理疾病非常的严重，成宿成宿的睡不了觉，失眠，大把大把的吃药。又要抗焦虑，又要抗抑郁，幸亏有李健健在，儿子非常喜欢李健健，他们俩好了以后，儿子的情绪好了很多，睡眠也改善了不少。我呢，现在找了个中医，正在给他调理身体。陈婷，嗯，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儿子有病。我当然知道了。只是这孩子吧，本来就有点内向，什么事儿不爱说，闷着。不过呢，回国之后确实开朗了好多。他知道就好。咱们当父母的，首先来讲要为儿子着想。我看得出来你不喜欢李健健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凌霄非常非常的爱李健健。为了儿子着想，我劝你学习喜欢上李健健。我没有不喜欢他，我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他了，就不太熟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想你是误会了。啊，这我是误会最好。你别怪我事儿多啊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，这点我跟你说，关心孩子这方面我真比不上人家海潮，人家海潮对孩子那是太有耐心了。哎呦，我现在忽然间想起来，他们小时候这孩子一高兴一叫唤一蹦。